Thank you.
饮料，无酒精饮料没有啦。哇！本来无酒精的，那天拿过就变有酒精了，太棒了！我帮你会醉哦，从气泡水变成有气泡的啤酒之类的。这样的话，你可能去摆一个摊，让大家帮，就是把气泡水拿给你，让你变成酒这样。好赚哦，血赚，赚爆了！哎，那接下来呢？刚才大家非常棒，就是。他 P 又 P 的时候，大家都有跟我们一起那个 response。但是呢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有一个小小的巧思，要跟大家一起玩。耶、yeah. ！可以说明一下吗？说明一下吗？就是呢，你待会会在中间间奏的地方，会跟大家一起剪刀石头布，总共会有两次的机会。对，如果参与我们的话，就可以得到让我们帮你把气泡水变成酒的。哎、欸。这已经是魔术了吧？魔术的部分，超强的，可以来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会说，第一句是 get 到大的时候，当那个大的时候，所以说你们的石头剪刀布都可以。你是哪一国人啊？石头剪刀布都可以这样。对，那看我们两个会说不一样的啦，我也不知道会一样。看你想要跟谁猜拳都可以。然后下一句是 get send 大决战，先决斗再决战。没错，等一下呢，大家这样帅气一首歌，大家可以跟我们猜拳。那等一下呢，不管你猜赢还是猜输，我都可以在午饭时间来跟我们说。就是说，哼哼，我刚才赢了，或是输了之类的，或是平手，或是请把我的这个水变成酒，都可以哦。这样子的感觉，可以把我的水变成啤酒吗？哇塞，最厉害那种！哇，你在大家面前喝，而且我还站在你后面，20公升的，是不是那个大罐那种拿来压在墙角的那种？赞哦，赞哦！20公升可能没有办法哦，不好意思。如果是无糖红茶，会变成红茶美酒。哦，厉害吧？听起来蛮好喝的。厉害吧？厉害哦！来吧，来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刚才想说，为什么你在旁边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。耶、yeah, ，那要再来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曲喽。
し大化け深く糸を繰り出し君とちぎり条約を結びいざ誘拐加油，好不好？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机会。那在最后一首歌开始前呢，因为现场还是有很多不认识我们的朋友，所以要来宣传一下我们的粉丝页。那如果呢，你今天看了我们的演出，觉得还蛮喜欢、蛮有趣的，希望可以呢得到更多 Entropia 的消息的话呢，可以上 Facebook 的搜寻我们的粉丝页。就是 ENTROPIA， 再说一次 ENTROPIA， 对 ，Entropia， 我知道很难记，我可以记 Entropia， 就是 Entropia 这样 ，Entropia， 闪巴掌的概念，这样更好记。真的记不起来，也不想记，没有关系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有午饭的时间，就是我不知道在哪里，总之我们会有个桌子，我们俩会坐在那边，然后会有一些商品贩卖之外呢，就是你可以把手机给我们，我们可以帮你打出这些字，所以呢，完全不用背，完全没有关系。那希望等一下呢，大家都可以来午饭的时间呢，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，然后留下美好回忆。然后如果你有那个手机拍照就还没有兑换的朋友，要记得在所有结束前要兑换，因为过了今天应该就不能再使用了。没错，耶、yeah ，就是这样。那接下来最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，对，等一下，太小声了，太小声了。接下来带来，等一下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接下来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。谢谢。那最后一首歌曲呢？很紧张，我们要把刚才的所有活力乘以两倍呈现出来，是一首很帅、该嗨的嗨起来，很炸的歌曲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嗨起来。我站在这嘛，对，我站在这。该喊的喊，该跳的跳，该炸的炸，炸起来！耶、yeah ！再来最后一首歌曲。
专业帮我们按个赞，或者是呢，如果你不会拼的话，等一下来我们的乌饭桌，我们可以亲自为你服务。